大家今天也是我们一个可以决出最后胜负一百万花落谁家人的成语。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一个败者组的一个决赛，是吧？对的。那么今天是败者组的冠军争夺战，败者组冠军。那获胜的话呢是可以保二争一的一个资格。如果输了的话就是第三名，本次都哈的第三名了。 那今天的话呢，将会进行的是最后的两场战役，分别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个 BO 3败者组总决赛，以及接下来的一个 BO 5就是最终的总冠军争夺战。那今天这场比赛啊，今天所有的赛程，如果 EHOME 战队一帆风顺，一场不输的话，那最少要进行5场比赛 ，BO 3连胜2场 ，BO 5连胜3场，最少是5场。那么如果 要打的久一点的话呢，最多是会有7场比赛，就是 BO 3打满3场，然后 BO 5的话，有一个1-0默认领先，将会打满4场，一共有7场。那么也是请大家要按7场比赛，应该是我个人觉得都会有EHOME的这样一个身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守候在直播前。体力的一个挑战，连着要打那么多的比赛。对的，连续打那么多场。好的，那么也是希望他们加油。 我看一下这边现在是进入一个半人选的一个阶段，对的，战房里面两队的选手都是加上他们自己的经理都是出了问题，在商量一个阵容。我觉得这次 EHOME 战队有一个失策的地方，就是没有带一面中国的国旗。哦，昨天我们有那个中国过来的 fans 带了，我看到 fans 是有，我记得这个中国队在 ESWC 那边就是带了一面中国队的国旗。 当获胜之后是高级国旗，这是那种给国人啊也很有自豪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今天的那个中国的 fans， 他们应该还是会来，在中国的一些。是的，像昨天 M1 战队在跟我们EHOME战队较量的时候，他们就是带了一面国旗的。但如果 EHOME 这边打的时候，这有一面国旗高高在上，像是。昨天M1带了国旗了。对，昨天带国旗了。那还不是还是输了。这个，但是总是有一种荣誉感在那边，为国而战吧。 那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吧。EHOME战队是在胜辉方，而赛的这边是在斜眼。那么在赛前的话呢，也是和 DC 老师在讨论，说这个 EHOME 过赛的这边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过 Navi 这一关确实是胜算并不是很大。我问了一下 DC 老师，你估计这个胜算有几成 ？DC 老师是表示不足5成，很难很难。那就看今天 EHOME 战队具体的一个发挥了。希望他们能够打好，拿出自己的风格。 没事的，咱们也不要把这些东西拿数据来条条框框拿起来，是不是？这个战场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下一秒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搬人选人情况，以后这边是首先是搬掉了 AS， 还有风行者树不羁。风行者，赛的这边呢是搬掉了先知以及吉他幽魂，以后战队是否再会使用这样一个 Tinker 英雄？ 首发，这个可能还要看一下对面的这个情况，而他们这边办掉了 AS 和分型的话是，非常针对赛斯这边的这个AS 非常场地的这样的一个像昨天我们看的场比赛里面的一个打法。那相信EHOME战队对赛斯也是有所了解了，被他们是灭过一次。那有一句话说，对于圣斗士来说，同样的招数是对他们不会起第二次，对的，没有办法起到第二次的效果。那希望今天的EHOME战队。 也是能够有这样一个胜者的节奏在这边，首发是拿了巫妖利齿，那么赛这边呢是选择了旱地神牛以及遗忘法师，难道赛准备再打一个抱团推进流把遗忘推死吗？到了遗忘这个英雄，对，上老牛，但是自己却把先知给办掉了，先知把先知和冰魂给办掉了。 感觉有点这个办法是有点针对欧美的那种欧美流派的那种打法来进行的一个搬人了。为什么对我们EHOME这边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搬人？如果是要抱团推进的话，却把冰魂给搬掉了，那么你想用什么样的一个英雄来代替冰魂？对，那在赛前的话，大控场，非常厉害的法师。在赛前的话呢，赛的战队这边也是听说啊，他们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数据。 各种各样的阵容，这是不是现在小本本是一个流行趋势啊？怎么谁都有小本本？其实小本本已经延续了很久的这样一个，从最早是的，世界冠军赛。
他的筹划之路就是伴随着他那本小本本。那本小本本还在吗？是他的小本本。肯定在，那本东西叫是传家的。传家宝，好的。好，我们看到EHOME战队是拿了潮汐以及蓝猫，我们再一次欢迎欣赏到呆神他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英雄风暴之灵。EHOME战队这边有点倾向于大招流啊，巫妖力取加上潮汐这样一个双大招，也是在Dota一中流行过一段时间，那就看他们这样一个大招流是否能够打出来爆发超高的一个阵容啊，然后克制对面的如果是一些脆皮的英雄的话是非常的给力有效。是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拿一个核心点，比如说炙手可热的幽鬼、泥巴痴啊，还有像虚空假面、水人等等都是没有拿。哦，赛的这边真的是要打推进了，他们第三选是选择了陈圣骑士。如果有陈这个英雄的话，那EHOME可能在前中期的时候要必须要小心。在这边是在陈招了几个强力的宝宝以后，可能是配合上下路或者是甚至是有时候是中路，因为我们昨天EHOME的几场比赛里面就看到中路这边经常是由于一个保护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失误啊，被对面呢是进行一个三人的一个围杀。那么如果是有陈这样的一个英雄的话，他因为手上有宝宝，他可能甚至会长冲塔来杀你，因为宝宝可以待在前面吃一个伤害。那么EHOME战队开始掉了的半人，他们可能是觉得赛子如果打的一个五人四人抱头推进一人打前的节奏，死灵法师对他们这个阵容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确实在以前的阵容中呢，最后两个有可能会选择巫医和死灵法这样一个三奶的阵容，确实到后期是很难杀死，而且恰恰是有一个战队用这样的战术是强推掉了对面的高地。死灵法的死亡脉冲加上陈的大招再加上巫医的巫毒回复术再加一个梅肯，这样的话即使被团战打成一波四分之一的血量，瞬间这几个回血技能一放，这血量不升回满吧，大概也能回到五分之四左右，非常的恐怖，惊人的回复能力。好的，赛的开始办后期了，以后我们战队比较擅长的后期幽鬼被办掉。那么从昨天的这场比赛中呢，也是可以看出巴老板也是将这样一个大哥的位置让给了比如说老鼠的末日以及国士无双的地穴归日者，自己依旧是回归了一个四号位甚至五号位的角色。一场是用了老牛，另外一场呢是用了复仇之魂。哎，这边是将末日给办掉了，末日使者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被蓝猫这样一个英雄的克制比较厉害，对，果断将其给办之。是否还会办一个后期呢？李宝，但是对于EHOME这边来说已经拿到了蓝猫的这样的一个英雄，那么对于他们中期的时候当蓝猫的装备一定成型的时候，所以是进行一个 gank。 那么当只要他 gank 成功的一两次拿到的一定的人头经济是稍好的时候，蓝猫其实作为一个尾后的话打起来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对的，蓝猫不一定说是非要拿一个特别的大后期，其实现在的话三合这样的一个阵容也是非常的给力。对，但是现在EHOME这边想要打三合的话不是没可能，三个尾合，三个尾合一定是要一个大合的。对，三个人只要有两个发展起来就可以把这个对合的话，最后两个英雄的选择就是比较的关键了，蓝猫、潮汐、巫妖。蓝猫中单烈士单烈士路，潮汐再加某一个英雄保一个。那现在像复仇之魂比较不错的一个点控还暂时没有人拿，恰恰是这个英雄呢在推进正进攻防守的时候都能够取得比较不错的成绩。哎，他们是办掉了虚空假面这样一个后期，办的还是比较正确的大后期。对，以后我们还是拿了地穴编织者。那么从人员分配上来说，有可能是三五七的潮汐打着一个团控的位置，这边呢是由呆呆他的蓝猫国士无双的蚂蚁，那巴老板和最后的老鼠再各拿一名英雄。最后难道还是会拿恶魔巫师来增加一下自己的点控以及爆发？那确实从目前来看呢，没有什么很多的点控者，就只有蓝猫的一个轻影，除此以外就只有大招流了这样的话打局部 PK 并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如果做一个恶魔巫师的话确实先手能力方面也会稍微加强一点。从 AOE 方面来看，这边的圣辉包不是很给力，要既要最后一个有一些 AOE 能力，还要有一些像这种小控制能够到位一些，
我们来观察一下EHOME最终会怎样选择。赛这边的分路情况呢，陈打野，哎，他们是拿了底把持，那应该就是一个推进为主节奏的四保一，底把持为对面的一个大哥。这样的话我们还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就是一个他可能因为现在的这个比赛的赛制是允许你高地上面去打塔的，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敌地的这个问题，因为底把持如果让他豁出去装备起来一个人去单挑一个塔是根本是没有问题的，在之前的比赛也是出现过。那这场比赛又将看到的是迪巴大战蚂蚁，那迪巴是在前几天的比赛中大家也看到过，一旦他的法力损毁变得等级高了，血蚂蚁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是辉方在前期还是比较注重法系输出的，像力气的 Nova、 潮汐的 G、 风暴之灵的残影啊，包括蚂蚁的缩地等等。那迪巴是如果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可能会在前期将法师护盾点得稍微高一些。那么在昨天的一场比赛中，我们也是看到四个人抱团战地法师，依旧被他给一个 Blink 闪烁技能给逃走，那一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伤，而恰恰那一波也是正好，可以说是一个节奏的决定了后面的一个主要的节奏带动。地法师就要看是主压制还是一个自己一个保命的加点方式了。当然这也和队友的节奏是否能够带动起来，果然是拿了恶魔巫师。那又就要看到老鼠十六级三级变羊的一个莱尔恶魔巫师了，而且昨天是非常有戏剧性，应该说昨天老鼠也为最后的那场顺风级的比赛增添了一定的乐趣，两次跳叉叉空，一次是十六级的这个三级变羊，也是被 DC 老师吐槽了一番，那希望他今天的发挥能够更加稳健一些。那最终的人员也是已经确定下来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八老板是有力气，三五七的潮汐，呆呆的蓝猫，魔术双的地心兵士，最后呢是有利用他的恶魔巫师。那老鼠这场比赛应该是又会保着这个国土的啊魔术双的这个蚂蚁啊，然后蓝猫冲单，潮汐加上力气走一路，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况。那么斜眼也就是 Scythe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Partner 应该是担任一个中单的位置，已经是有一些比赛没有看到他登场了。然后牛头加上陈，哦，拿了剧毒术士，好，推进能力非常强势的一名英雄，很有可能就是四人抱团推，地法师一个人打前，之前是 Scythe 的一个节奏。劣势路这边的剧毒单，然后优势路的话呢，地法和老牛陈这三个人，陈打野，中路是先这个 Pagana 担任一个中单 solo 的位置。是的，那么我看到你刚才是发了条微博啊，老鼠他又更新了新的语录了吗？对的，我发现 HY 说会说中文啊，这个有点厉害，拼音有一点强。然后那个好像是另外一个我们的那个托比是吧，是另外一个 OB 他打出来，他问老鼠你又要说让你们明白吗？对，然后老鼠在那边老鼠要带动节奏了。老鼠啊，这鼠大王的节奏好，还有七分钟分人，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面板，一红这队已经人员全部就位，来最终看一下人员是否会有不一样的变动。哎，还是跟预期完全的一样啊，完全的一样。现在是在交换一些道具，啊，换的好勤快啊！来看一下最终的出门装是否有所变故。呆呆的蓝猫也是昨天有人把他叫做 Weapon X 啊，就是他的 ID 是一红。点 G 加点 X 两个感叹号，所以说昨天两场比赛应该说呆呆他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有人把他叫做 Weapon X 啊。接着呢是老鼠的 Leon 四数值八老板，哎，这个数值不是你的，不要搞笑好吗？这个数值是谁的啊？快点还给应有的人，还给人家，这应该是拿的时候拿错了，在地上换眼啊什么的，对对对，交换错了。国师无双的蚂蚁这次是让他劣势入单了。赛子这边三兵的陈 SSS 出门是买鞋的陈，这是主力陈啊。那么中间是 XY 的 Pagana 遗忘法师，下路 HYHY 的制度术士，先插了一个蛇棒啊，提供一点视野，是 Love Queenie 他的老牛没有成功任何的属性，吃素加上两个进化药水，老牛这次应该是分眼的。对，最后是 Troy 的底法师。底法师的这个消费路线还是比较一个刷服了，刷服了。大刚，这边是一个加速服。但是记住，他一技已经学了这个蛇棒，所以说没有什么威胁。蓝，在这边。
Haze 拿到。哎，这次的话EHOME战队他们的分数数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Lion 加上潮汐两个人单，而是上路巴老板保他的蚂蚁。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传统的121那个212，对的，看一下这边这边一个加速的刺蛇单挑巴和潮汐，后面这边357加速都快没了，应该杀不掉，杀不掉，人在线上。哎，对，这边记得如果一级选的是这个毒标的话，有可能拿到一级的，但是他一级选的这个一级蛇帽的攻击力其实很低的，我们看到只有10点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的分路呢，可见老鼠是给了他一个比较不错的优势发育位置，一个双叉357保老鼠，巴老板保佛，博士无双，然后中路的话单发育，对，自己那也是一个偏向于三个发育，三发育两人保他。好的，这里莱奥也是当做一个核打，没错。那莱奥其实装备起来之后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但节奏啊，人家是有望把持中路和蓝猫对线。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上诡计之物的存在，圣辉这边一号我并没有买任何的诡计。哦，巴老板这边的血量被耗了，哎，这边陈这个陈冲塔了，陈是冲塔了，蚂蚁这边冰彩族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幸存。哎，塔刚才陈是回升一个技能扔在蚂蚁身上，所以说塔马上就吸引了塔的仇恨。迪卡是率先合成了一个穷鬼盾，他是招了一个销售吧，前面那个陈，对的，在一开始在这里吹这销售，快点去打一下野两级。卡场迪法师现在一级的 Blink， 一级的萧兰，下路蓝发育的好像是不错，这边因为有的357的一个保家护航，所以说蓝这边补刀也还是比较容易，怎么跑到，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陈的一个动向。哎，这边这边就是攻火，看一下，老鼠是被封住了，不虚拟的，不虚拟的。但是确实，车车在前期的时候还是比较脆的，被插一下，然后被357这边一个及时，马上自己血就没有了。对，你是到底是谁杀谁，想想清楚，让你们明白。哎，全怎么来到中间了？这个你想干嘛？侧翼的话就是一个销售，招在这边也不动。一号法师这边是率先做出了磨平，而呆呆的蓝猫的磨平也是已经摆了出来。哦，陈是准备进行一个换路，上路的话呢，可能迪法师说我的压力不是特别特别的大，让陈想去下路打开一定的攻势。但是他陈现在这边从这里走，那么这里一个河道的这个眼应该是把陈的这个行动是掌握在自己的心中，这边是有一个眼 的。关键陈这样一个走位的话，其实效果不一定好。他没宝宝啊，单枪匹马的过来，对的，因为陈现在是只有两级，要到两应该说是三级召唤才可以召两个宝宝，这个对他们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这陈就一个很非常无意义的游走，他一级他两级能干嘛呢？加速服，一个加速，但是等级太低了，这个加速服他是让一下，让给自己的盟友来吃还是什么？是的，这个是让给了遗忘法师，你这个销售招在这边是吧，没有任何作用呢。那么这样的话，遗忘法师吃了这个符是不是会在中路的这个蓝猫进行一个翻弹，还是继续回到线上？这个杀不了，就只能补一下刀吧。这个眼睛，哎，这边潮汐看到了，其实看到了，但是没用，没用，不打，后面有人再放一个眼，这是一个大萨放了一个震荡波。好的，现在是快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关键是英雄的补刀情况。圣辉这边三个英雄，蚂蚁12个，蓝猫24个，然后老鼠是15个圣补，而显眼这边呢，迪瓦是23个圣补，跟蓝猫是不相上下。这种女王法是20个圣补，也不错。还有一个刺蛇14个圣补，双方从前期的补刀比拼来看，差距并不是特别遥远。
从这边的数据来看呢，相差只不过是只有100多块钱，对。双方的经济情况也是势均的力敌。对的，一百多。李瓦是已经做出了回五。是的。而蚂蚁这边的话，啊，也做出了回五，但是没有先出一个圣殿神官。这个时候蓝羊去哪里了？蓝羊蓝猫是快六了吗？蓝羊有六哦，这蓝猫有六，可能是想要配合蓝猫来杀一次中路的这个遗忘法师，但遗忘法师是加速服，看见加速服，上路这边看在干嘛？发现了历史，爆一个820，这应该是应该八老板走不了，这是一个后期的 burst， 那达到了一血。被一个加速的这遗忘法师，蓝羊这边是几级？五级，插旗。蓝猫来了没？蓝猫，蓝猫在后面。蓝猫，蓝猫是这边加速了60了。当心，当心，没火到。蓝猫跟蓝羊注意，蓝羊注意一下，只有一半了，在喝瓶子。主要是出了个加速服呀，跑的也是被挤啊，这个。是的，一个加速服引发的血案。八老板由于刚才没有什么办法，面对一个加速服的遗忘法师，非常可惜被拿了一血，而且队友的话离他是比较远，啊，这边中两个人都在这儿，而八老板的位置呢是在这里，蓝猫在前期的蓝不足以他能够那么迅速的滚过去来配合八老板的历史。在前期的话，我们看他的属性，这个 mana 值啊也是现在只有300多，对于他技能细胞还是比较耗力的。说不定如果蓝猫前面头脑扒了一下，自己也会送在那里。毕竟加速服的八个呢，攻击力是非常恐怖的。加上他的幽冥炮轰、物理普攻，蓝猫日子不一定好过。八老板是由于一个抢符啊，非常悲剧的被拿了一血，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自己的主力英雄发育还是很不错的。像国术装现在是7分钟，飞舞加上圣殿指环，蓝猫的发育也不错，已经有了1200块钱。下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老鼠同学，老鼠是先出了一个护腕来撑血量，那么显眼这边的话呢，李法师送了一个买了一个加6力量的巨人力量腰带保证自己的血量。那蓝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动起来，七级了，假腿是已经可以出道啊，招了一个骷髅兵，这是陈的一个，对的，哇，这边这个老牛有点厉害的，他就在这边等这个符，对，你知道没有这方面，但是图没有刷在这边，让他情何以堪。一个恢复魂师被谁抢到了？是不是还是趴在那？对，趴在那抢到，直接好远一个滚啊！呆呆是没能够抢到第二个神符，那就只能回家了，还没去。这个瓶子哭了很久了，中间这个塔很有危险，有点少。趴在那这边拆塔是非常的快的，对，这个塔可以拿下了。这边看来是想要放弃这个塔了。造一个，那其实这也没有办法，毕竟显眼这边就是一个以推塔的，对，一个推进的阵容，而我们这边是核也是比较多，那么稍微放一下外塔，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核能够快一点的打钱，对，尽量冲到中路去来打。从昨天的比赛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你 AOE 再强，推进能力再强，只要高地不是被破得很厉害，照样能够一波流带你走。对，昨天的那一场圣决组的总决赛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目前EHOME战队呢，就能守则守，不能守千万不要正面硬扛，因为毕竟在前25分钟是显眼的这边的阵容有一点优势，关键是要稳住，保持自己的一个多线发育。而恰恰EHOME战队 BOSS 也是找到了文化二中目前几个英雄数据包括版本的走向，以发育流为主，然后gank为辅，然后接着呢保持装备有优势的前提下再进行一个推进。EHOME现在是打的这样一个推进策略。我们看到呆呆的蓝猫在中路也是没有任何的动向，这边下路是大招秒掉了，下路秒掉了这个 Metal TP。 老牛这边哎，漂亮，老牛是没有赶上，他应该是没有一个 F。 老牛有毒货，但是没抢。蓝猫来了，有了，有了，非常的漂亮。这边蓝猫是突然之间插入的战场啊，老牛这边还在非常悠闲的补兵啊。是的，直接一个远距离的滚将其给带走。但是只看到潮汐这边，觉得哎，你反正这点血这点魔是不会上来的，想不到，呆呆的蓝猫是早在旁边窥视已久。
他是在中路刚才在补兵。对，是直接过来的，我这边看到是他在中路靠河道的地方。非常给力啊，这边的蓝包。那这样的话，我们这边是0-2拿了一个大优势。是，这边是个双位补，不错，快点及时掉。那么我们看到EHOME战队也是并没有主动求战，而是打着一个反支援的节奏。魔术无双利用了自己的一个这个蓝猫的一个机动性，是的，随时可以来进行支援。那果然一个非常优秀的中路的一个蓝猫，让他中路的好发育的出色的话，在中期的时候要带一带节奏或者是来回支援，真的是非常的给力的。那么呆呆本身的一个个人技术也是能把蓝猫这样一个灵动性发挥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用这个 TP 来救人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留人技能，确实并不是很多，剧毒没留人技，遗忘法师也没留人技。面对这两个英雄的话呢，直接选择 TP 是很不错的一个做法。蓝猫确实来到了下路，而上路的话，这边是迪巴吃陈还有牛头，这边是招了一个宝宝，两个宝宝现在。毕竟是迪巴斯这场比赛的加点方式是主压制流的，四级的法力损毁，打击值还没有到六，没有到六级，没有到六级，有了，五级，这是五级，塔能够补掉，没有到六级的话有点难，没来了，魔术无双的一个失落，导致被一个主压制流的迪巴斯将蓝全部都卸完。刚才是魔术无双的一个失亡，下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想要来配合击杀制度控制，蓝猫的血量。咱们会不会毒死？我们关键一下，关注一下，这边毒死的飞机了。很可惜，被一个高等级的毒给毒死。而且有瓶子，他为什么不再喝一口呢？喂，老牛这边有没有 F？ 老牛这边。老牛走位，老牛是有蓝的。啊，他 F， 他的 F 是已经。哎，这边。这个没什么办法。弟弟呀，然后走过来以后他是有 F 的。这个老牛可能也是想要点人棒，不要再点地形棒，因为昨天老鼠的 Lion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隔地形穿刺被迪巴吃给跑掉了。而老牛的话呢，他也是想打在人身上，啊，这 Lion 是必中的。但在前期EHOME战队是战胜了一个5-4的比分，从经济来看，目前是斜眼这边稍微领先一些，啊，这边是领先了已经有4000块钱的经济数据了。4000块，从补刀来看，显眼这边的补刀距离44个，迪巴是56个，然后帕克兰45个，而圣辉方这边是蓝猫51，蓝羊35，然后国术无双是30个兵，国术无双刚才被击杀一次其实是比较亏的，啊，这个被迪巴吃的蓝给切完，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主压之流对蚂蚁的迪巴吃，这蚂蚁并不能够占到很大的便宜。蓝猫这边是吃了一个诡异之物，想要来找人。这边是有一个睁眼，啊，是为了克制蚂蚁的。好，两人来有大招，这时候如果能够抓到迪法师，迪法师，哎，有机会，有机会。蓝猫先，哎，闭嘴了，蓝猫，我们来看一下滚一个，哎，滚空，没有抓住，再滚掉一下吧。很可惜，刚才迪法师一个 blink 闪烁，躲避了这样一次致命的追击，否则我们看一下迪法师现在的魔抗升了几级了，3级。3级的话，800多点血还是可以秒掉的。蓝猫4级残影，蓝羊还有穿刺，加上这边的大招，啊，迪巴是只要被拉到，应该说就很难幸免一难。哇，老鼠这次学乖了，我们看到8级血有3级的绵羊，昨天是16级才只有3级。剧毒术士，啊，这边的装备呢是走着一个肉装流，火力球加上小魔抗头巾，是在塔后刚才做了一个视野。谁控到那个隐身符，我们来关注一下上路这边集结一下，陈现在也已经杀好了，是不是对上路这个塔有想法？哎呦，这边想要来干可以不过被陈的，这里面有小宝宝，对，背后上来的，啊，背后上来是网住真的陈对，带走一个宝宝，这有点伤的，这个陈的前期的最关键的两个东西没了。好，这里需要推进一波，但是这边由于假眼的存在，对手的位置已经全部被EHOME战队了若指掌。迪巴斯这段时间是直接去中路带线压迫中塔，我们来看迪巴斯的出装，领先加腿，再加上一个坚韧球已经出到了，但是铁了心准备要出狂战斧，这边我们讲说，哎，这边我们看一下，老大先出了，这边秒掉了老牛，剧毒术士这边，魔术无双。这边是甩大了，前面甩大的不是，好像后最后一个打老鼠，那个蚂蚁在这边追。
应该摔倒下自己也有了，漂亮！这一波是一个零换三，啊，长吉是完成了一个 kill spree。陈吉是刚才给了一个大招，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是的，刚才真的是EHOME战队的一波完胜，由于塔后的一个充足视野，啊，蓝猫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先手到了对手的控场英雄旱地神牛。而乔吉的大招也是接得非常的漂亮，在乔吉的大招之后，励志的一个甩大也是弹中了对方的，弹中了对手。没错，那我们也是看再次看到呆呆他蓝猫确实射手能力是非常果断。那么现在是16分钟，比分由于刚才的那一波完胜的团战呢，是EHOME把比分差距拉到了8-4，在暂时的领先。刚才那波打完之后，经济应该是有所回升，果然，现在的经济差距是仅仅只有3000块钱了。我们可以从这条曲线上，昨天也说过了，可以很早的看出整个比赛的一个动向。在前期对线处于一个平滑的期间，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是逐渐局势在向EHOME这边招手。但是关键前面提到过，迪法是这样一个发育，确实是全场应该说是最好的，比国术上的蚂蚁也要好上一些。那目前为止的话呢，他的狂战斧马上就可以出道，应该这场比赛迪法顺利，如果再不被击杀的话，将可以在18、19分钟。就会完成狂战。我们看到坚韧球和这个大剑都已经做了出来，还差一把就可以出道了，还差1000块钱左右。继续补刀。那么微博上面有人问啊，他说前面的那个820啊，他在死的时候，这 first blood 的时候，这时候为什么看到是1-1，就是在我们的比分上面看到是1-1。那么因为我们的赤蛇是在打野的时候被送的了，但是这个可能是我们Dota二中的现在还未修复的一个小版本。对，对，那个不算是一血，一血是在上路河道，在上路这边。对。那么其实所以说现在人头数其实是，如果真的要算的话，应该是7-4，4-4平。哦，7-4，7-4，对，7-4。那么是有一个人头是打野的，但是因为对方死了，所以算在了EHOME的头上。对的。好，赛这边应该还是想要找回自己的节奏，主动推进，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就是一个4人抱团推，然后一人这样一个带路带线。一把想要来切蓝猫吗？你这个不太现实啊，还在用残影来避上去。这边的一个假眼，看一下这边送过来了一个小魔抗头巾。哎，一把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继续残影，发现了必走。但是我们看到潮汐现在一个多少级的 G， 4级的 G， 但地板身上基本上是不掉血的，基本上不掉血。好，我们来看一下老鼠这边1700块钱正在出跳刀的旅程上，而地板身的话呢，在上路继续的带线500块钱，离狂战斧是越来越近了。下路继续推进，这样一个东西爆加上幽冥炮轰，对于防御塔的攻势确实非常猛烈。有没有梅肯？啊，一万法师已经做出了梅肯，剧毒术士的话是出肉装，陈的话是，极限法球，陈要出羊刀吗？这个三 D 的陈有点厉害。好，连破两塔，那这样对迪法师的经济存量也是不错。这边藏起来，大招了，小贝老大毒了一口，啊，一个大招，四秒一万，好，直接是两条了，漂亮。这边赤蛇应该有赤蛇，带你走，坏蛋，他没拉住。漂亮。那这样的话呢，赛因为他们推进付出了很大的一个代价，而且这个塔还没有拿掉，可以反补。好，大老板，我们看看是 deny the tower， 反补一个防御塔。那这样迪法师其实即使被反补了，连续两栋防御塔的收入一共有300块钱，他这样的狂战斧是马上可以做出来。其实另外四个人现在EHOME战队并不怕，唯一的隐患就是迪法师的一个存在。开麦开了。难道这边没有解除声音吗？是开启状态的。那么迪卡是由于这20分钟的时间也是一直发展的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到了20分钟的时候，当他狂战斧出来的时候，这对于EHOME来说应该是一个隐患。这边雷恩啊，还有哎，来招了，来招了，有没有？非常害怕，跳摇，跳摇，跳摇，跳，漂亮，发起，哎。
拉回他，拉回他，大家这边的老牛，老牛带上他，会带走，漂亮，他的老牛在皮大师这带走，皮大师传出来，一波反杀。立马是刚才被传回了家之后呢，然后再把他 TP 迅速将自己传到了这边，再避过来闪烁。这波仔他打了一个一换一，这波有点亏。老牛，两个团攻之间的互换。刚才迪瓦什居然没有死啊，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仅仅只有一个假腿和这个全尾盾称属性的迪瓦什，面对敌方三名英雄的击杀还是残有一丝血。那么他身上的这个被动啊，这个魔抗也已经是升到了最高等级。刚才那一波打完之后，其实EHOME就应该直接撤退，蓝猫已经为了杀迪瓦什让自己所有的蓝基本上是全部用完了。其实刚才那波蓝猫放完那场技能之后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作战能力啊，应该是果断选择撤退，而由于潮汐这样的位置不得不往前冲。再一次，而潮汐这边是有大招了，潮汐有大招，主要躲在里面。看一下蓝猫一个机器还是不选择放大招吗？直接放大招了，好的，漂亮。这边我们看一下迪瓦什这个位置，哎，这边的潮汐是被封住了吗？这边的蚂蚁应该能够杀死，再一个缩地。蚂蚁继续追杀老牛，老牛再等一下，哎，摔老了一个，等一下有了，迪瓦什那边蚂蚁还是有缩地的来的。好的，大哥在，大哥往后退一闪。刚才是这两个大哥不死的话，应该这一波打一个二换三，二换三可以接受的。马上 TP 中路继续刷钱。技能树是真的现在有点弱啊，感觉1100点血，有魔抗，有活力球，现在的比分呢是应该是13-7。因为战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那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核心点，莱奥前面说到已经跳刀出道关键性的道具，蓝猫的话呢这边是1800块钱还没有购买任何的道具，国师无双2400，现在憋胜者15。这场比赛国师无双发育只能说是一般，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补刀情况，国师无双现在是挣补了86个兵，而对面的迪瓦是挣补了102个兵，比他要略微领先一些。那照理说如果比较顺风的话呢，这国师无双可以在25-26分钟的时候出到辉耀，但这场比赛他22分钟的经济情况是2600。那确实也是EHOME这边是被压着打，对面的关键一个都没有拿到。对，关键一方面塔前不太顺利，还有一方面的话呢是这个他上刚才有一次被迪瓦什抽空蓝一个大招带走，这次对他是比较大的打击。那现在是2800块钱，比较顺利的话25分钟就出遗物，哎，又来了，25分钟出遗物，然后28分钟出辉耀，这边再被睡两声又没来了，大招一个迪瓦什，这边他后面的装备已经有了近2000块钱的存款，是准备做换衣服呢还是做其他的装备，我们来期待一下。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英雄，老牛、秘法鞋、陈，这边是圣殿鞋的极限法球，要么是梅肯之后呢准备要出黑皇杖。确实前面提到了圣辉这边的一控阵容也是在前中期比较偏向一个法系控制和法系输出的阵容，那么如果有一把 BKB 的话应该说打起团战来就不会那么的虚了。哎，这边是告诉他，我们是会大招冒出来了，带走，这就是谁，迪瓦什比哪边一个大招直接留老鼠给秒掉，同时蓝猫也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蓝猫的血非常的少，蓝猫也逃不掉。我要用地方手机给说一下，这边潮汐有没有机会逃走，巴老板是给了他一个冰甲，巴老板的技能呢 Nova 还没有给 Nova 还没有给留的技能没有爆，你把自己对他的 blink 吗，摔倒了一趟，摔了一下再爆一个，用力放风吸潮汐，三五七这边是有大招，把最后的一丝希望给带走啊。夏武奇刚才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这样一个不可能打赢的局面没有放大招，如果刚才放大招的话说不定就要推高地了，真的还是比较理智的。那他大招没有放的话等到他复活之后这个大招还可以来守一波，不至于被打成这个高地防守战啊。夏武奇刚才也是非常冷静执着，死了就死了没有任何关系，只要队友在自己大招复活之后又是一个好潮汐啊。我们看看中路这边的国师无双3600块钱马上就能够出到这个胜者遗物，25分钟的时间还是估计比较准确的。那么现在的比分呢是14-10，我们来看看经济情况，右向斜眼这边开始走，由于刚才那波团战，一号战队是全线溃败，
在秒了剧毒术士一个人之后呢，是刚刚释放完大招的恶魔巫师被这个迪巴斯这个大招直接给秒杀掉。同时由于蓝猫的位置和莱恩非常近，由于大家知道迪巴斯这个大招是骗杀招，导致蓝猫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而本身击杀掉剧毒术士的时候，蓝猫已经用掉了一定的蓝，再被迪巴斯直接给追死，当然是一个一换三，一后面站的是大亏。我主阵脚好在三五十边是有大招可以打一波比较不错的防守阵，赛这边还是要准备推进全的装备。我们来看一下七五宝石真的是要准备直接出羊刀的城还是比较少见的，八老板刚才大招也是留着没有放，继续给乔西这波推进。对，迪巴斯现在继续赶过来了，迪巴斯装备我们来看一下，装备是这边这个塔是不是放弃了，因为我们这边人现在还没提退到高地上面来守，可以的。对的，迪巴斯是做出了机械马球以及欢迎之要往幻影谷方面发展了，就是销售吃了一个风，上路的手是在带线逼着在这边，是不是甚者油污已经在手了，应该果然对，那还再过一分半，一分半不要多啊，三十秒可能就够了，就 TP 对，还差一点点钱就可以出到辉耀了。他的钱我们的关注员1000块钱了，还差300块，好，还差200块钱，还差两百多，不要抢他。魔术装将在27分半左右的情况下完成他的辉耀。这段时间我们来看迪巴斯的发育，幻影不是已经可以马上买了。26分钟的迪巴斯假腿狂战加上幻影补，这样一个装备也是比较的不错。我们来看大家的蓝猫，大家的蓝猫这场比赛并蓝猫这边下路是有人在抓，看一下河道过来的是谁，是蛇隐身的剧毒，但这个威胁不到大家的蓝猫。大家这场比赛呢也是并没有选择出黑王杖，而是选择直接出羊刀。我们刚才是一个极限球有了2400块钱的一个存款，恶魔巫师跳刀之后的话阵亡了几次比较的亏。潮汐力量夹腿，潮汐是要准备出笛子这还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欢迎不做出来的迪巴斯，这边是个蚂蚁，这边是有辉耀，哇这个蓝有点少，蚂蚁要进行自己蓝啊，对，哇这个蓝被抽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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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国中说你这个能死必呢，这个直接被迪巴是第二次单杀，是不是消费已经消费掉了，看一下他的那个辉耀是不是已经买出来了，辉耀是已经买了，出来了，但是刚才被迪巴是的两个幻象把蓝直接给抽完，直接抽空了，然后迪巴是二话不说一个大招甩在他脸上，这个国术说也同样错觉放了第二次，这个有点让人不能接受，不太应该，真的不太应该，以后站得要稳住。这样的话，中路这一路是放空了吗？下路，这个人已经在下路。下路在这，你们不能走。这个我们看下来，要被秒掉了。这是有大的，曹曦放不到。他不敢放，不敢放，因为放也打不过。没有，他没有输出，曹曦往后退一下吧。南方现在这个时候能不能 TP 回家揪一下老家？这边迪巴是不理解，220这边是回去了。曹曦这个千万不能放大招，放了大招，高地就真的破了，千万不能放，死了就死了。哇这个解锁技能各种流人技，没有长期在做视频啊，这可能在耽误期啊，他 TP 也没用，这牛头就是不怕勾客，等到你差不多快死了再一刀勾客，如果他勾客蹦走的话长期是可以 TP 走人的，对这长期也没办法，他不敢 TP， 一 TP 就回到勾客在他脸上，他不 TP 对面各种流人技要把这摔了，他的话有减速，陈也是有一个减速。哇这一波确实一后面战队打得非常的被动，正面战场本来是可以和迪巴斯进行一波牵制的，国术生被单杀了之后，迪巴斯直接一路兵线带到了高地，而正面四名英雄呢想要防守，但恰恰是被牛头的攻克打破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阵型，这样恶魔巫师卡在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地形中，这样的话又是连续追击潮汐两次，潮汐一次在这里被追死，第二次在野区还是几乎同样的位置被追死，那比分现在已经是战成了一个14-13，经济方面应该说是斜眼这边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情况，以后我们战队这样一个国术双的失误确实是给团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如果刚才国术双能够在中路拖住迪巴斯，下路应该说以后我们战队能够很安心的一个4-4，也不至于打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刚才不但是丢掉了两名英雄的三名英雄，一个零换三就是
先是国兽双阵亡，恶魔世界的阵亡，潮汐最后阵亡，一个零换三的阵容，还损失掉了一个不朽盾的情况，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同时是由迪瓦士拿到了这样一个不朽盾之后呢，至少又有2800块钱。刚才我们看到是有一个人合成了黑黄杖，是这边的帕格纳，他已经做出了 BKB。拳的话，杨洋还差。哎，这里我们看一下，两边拳漂亮，这边人打一个反击战。但是下面这边是四个人都已经过来了。蓝猫直接叫 TP， 一个大招，大招直接秒掉了。蓝猫应该还有三分之二的血吧？对的，直接一个大招将他给带走。蓝猫本来是想跳在这个高地比较安全的位置，快速的 TP 走，但想不到 AM 的这个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正好是有大招直接一个甩大。这次比赛应该说迪玛士的大招直接是一伙人的最大的一个打击，两次大招秒杀国兽上的蚂蚁，刚才一次大招是四次了，两次秒蚂蚁，一次秒莱欧，然后另外一次呢是秒了刚才的蓝猫。这个迪玛士对于法师空蓝的法师伤害确实是太大了。迪瓦士刚才击杀掉之后又有3600块钱，可能会是采购一个3200的大斧头，是某位叫做还是买鹰角弓，卖掉了长尾盾，身上还有一个盾，好是买了3200的大斧头，准备往龙性方面发展。前面提到EHOME战的其实正面跟对面四个人打是不吃任何亏的，但是恰对于迪瓦士这样一个英的存在发育太顺了，这样的话形势跟EHOME是有点不利的。现在这样的迪法是感觉是已经是普通人类无法阻止了。那么这边蚂蚁的装备现在其实是还是和迪法有一点距离的，不是有一点距离啊，是有很大的距离。对，而且EHOME这边它一个优势啊，双大招的这个流啊，感觉并没有在这一场发挥的特别出色。对，EHOME这队他们是打的还是有些保守，也不敢打。这样一个阵容，应该说在前期还是取得了一定优势。蓝猫的一个躲在切入战场。但是在中期阶段这个节奏一度被打乱了，有点可惜。呆呆的蓝猫摇刀是做了出来，还好啊，他是摇刀做出来了。刀老板这边是要出梅肯，其他的英雄呢，迪瓦士这边是一个隐身神符，杀掉，还好两枚被杀掉，开启了换衣服。这边是要杀这边的潮汐吗？几刀就把潮汐的蓝给削空了，大招的蓝都不够十爆。这边是来切国术无双，一把现在有点捞，仗着自己的血非常多，1955点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圣辉这边其他英雄的装备。莱昂补了一个力量鞋的假腿，蚂蚁的话呢有2400块钱，但暂时还不敢出装。现在的蚂蚁依旧是不足以和迪瓦士抗衡。潮汐357这场比赛应该说发挥是比较沉着冷静，但是他这个总体来说由于队友的阵亡，他的一个大招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几次大招也是比较保留，处于保留阶段没有放，还是比较冷静的。包老板的位置应该说发挥是中规中矩。老鼠你这边当心了，当心一些，不要乱走位跳走。好，那现在EHOME战队的话呢是面临了一个有些劣势，三路外塔是全部被破，而赛子这边我们看到下路的这个最外边的一个防御塔还在李法师。蓝包继续来切，这狂战斧是有动画效果的，我们看到中路这边这个城的宝宝啊，这是大人马吧？哪边？中路的这个宝宝，三个人马。这三个大人马站在后面，看上去好像是很威武的样子。中路这边的线，上路下路的线都并不是非常的好。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后面有一点是被关在家里的意思，不敢轻易的是跑到外面去，因为迪法是这样的一个英雄。过来针对于EHOME的这个法师阵容，你只要出现可能2三刀之后给他一个大招来。这边是什么主动求战？这边这是什么情况？两个人擦肩而过，一场误会吗？两个人手速都非常非常快，蓝猫不拱过来之后呢直接让 TP 走人了，继续 blink。 那这次的话赛的准备是中推一波了，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动向。第二支是完成了龙星这个不朽盾狂战斧加腿换衣服，三匹人马
好的，好好守住这一波，稳住。对，稳住稳住。只要这一波守住的话，打出优势来的话，应该还是有的打。看一下双大招的威力能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好，现在大招什么优势都很关键。好，一个三个人马。大兵，不用急，不用急，后面有个魔棒在那边，不用急。哎呀，这哎，变羊了，变羊了，第一把吃。变羊的地方是，把兵先清住，耗得住高地。对，棒子点掉。这边有龙心，火野速度是。陈的宝宝已经没有了。好，这边是准备怎么打？还在墙上吗？陈是没宝宝。李法师是有盾的。有盾。第二个用炮轰，这边是有 BKB， 他跟他的 BKB 释放也很关键，而且他这个黑王罩是只释放过一次，有九秒钟的存在，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威慑。三五七的潮汐，千万记住不要被迪瓦斯把蓝给抽空了。到底这一战我们来看一下，和力气的英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站位，只要把大招甩出来，你们暂时也无所谓了。看一下这边潮汐的一个大招，还有个人，大招了，有潮汐这边，大招大招有了有了，在迪瓦斯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帮了把这个大招。这边恶魔是被追死，恶魔是被追死，但是这波一下没有大招，还是在二化三。把蓝猫，蓝猫回去补了一下，开一点，回去补一下。绿巨在家里面补血，三万三，打进三万三，摆不活吧？摆不活，是不是需要摆活一下？不然的话，这个兵营是不是就不在了？很可惜，被强拆掉一路。迪法师在这里没有人，盾还在，开始了这个换衣服的迪法师打起建筑，简直是没人打了，欧塔是。李大师又有了2200块钱，一后面战队，哎，现在真的是一劣势有点大。我们看到刚才那波团战打完之后，经济是一度下滑，比分这边已经是差距要有9000块钱了，很可惜。装备潮汐是完成了长笛。其他的英雄呢，蚂蚁是买了一把鹰角弓，但是鹰角弓的话，刚才蚂蚁并没有输出多少时间，就直接是被带走。恶魔巫师这边属性装在撑，蓝猫由于没有 BKB 啊，所以说在战场中也不敢太过于嚣张的来回穿梭啊。这一波打完之后，显眼这边相信装备又会提升一些，比如说制度术士做出了一个战鼓大挑战，力量型甲鬼。老牛刚才那个跳大确实也是给EHOME战队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第一把是2800块钱，下一步可能会往蝴蝶方面发展。陈的羊刀也是已经买了出来，以往把持的话呢，他也是要准备出羊刀，貌似赛的战队并不准备给一红战队任何的喘息，准备这样的第一把吃装备熊血，正好有盾的一波，再次推进下路。这个时候潮汐大招马上回好了，现在感觉EHOME战队想要正面跟再战的抗衡有一点难，迪瓦斯存在确实是给EHOME战队很大的一个威胁。潮汐这个伤害没有大，当心这个蓝标被切空了，潮汐没蓝爆大了，潮汐没蓝爆大招，潮汐被秒杀了。这个时候的三五七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挡住，想要延缓一下自己的进度，被抓的潮汐的蓝直接被是抽空了，非常尴尬。迪瓦斯变进去，秒掉了蓝刀，一个沉的羊刀配合迪瓦斯的物理补攻，迪瓦斯是杀到过的来客。这样的话下路也是爆破。那这样的话呢，赛的战队由于在前期准备过程中是将三个外塔全部都已经破掉了，直接来准备破第三路。那这样的话，最后我们站在最后的希望就是等待潮汐复活。蓝猫有没有钱买活？蓝猫没钱买活，他是刚刚买了一把硬币银锤，没有钱买活。本来如果我们蓝猫有钱买活的话，潮汐有大招，还有机会防一波。但这样子的攻势的话，以后我们战队第一场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是的，依然身上的这个盾还是没有被消费掉，魔术武装直接被一个电羊双爆杀掉，带大家打出了 GG。 那么也是恭喜赛普战队，很可惜啊，以后我们战队没有取得胜利，潮汐这个爆炸招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虽然说第一场比赛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是在他们后面的
这两场比赛能够重新总结一下，然后达成一个翻盘的趋势。给我们觉得一定要给力，这个无数的中国玩家现在看着你们。那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一下双方后面第二以及第三局的较量。